因为我发现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说，交换礼物要找什么？来，不啰嗦，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火星盘，噔噔噔噔噔，先来打底这个，然后这盘真的是这个米色啊，很漂亮，这个打底的颜色啊，可以让你就是眼影呢的底变得很干净，然后就三个连线，三个连线，就是三三三连线就对了，很简单，然后呢再用这个中间的。珊瑚色，画一点眼窝，然后你可以画这一个有点珠光的香槟光，这样，你看这样子有没有？马上亮起来，马上有一个那个粉色星钻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现在画这个这一盘的精髓就是这一个。红棕色，大家最期待的火星色，就是画在眼尾的地方。记得一定要画，一定要画下眼影。然后呢，我来教大家画另外一个画法，立体眼球的那种。眼头也要加这深棕色，画上去不得了，你眼睛马上就会，你知道，打开来。然后这个颜色还没用到，这个颜色超级闪，哇，整圈你看，好，它可以点在。眼中，我来画眼线。我先画眼线，这个也是Kai Beauty 的眼线液，画一点眼尾的地方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眼线的细节，无重力非常睫毛膏，这个睫毛膏呢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会让你整个飞上天的一支睫毛膏，非常好用。然后呢，我来刷一下下睫毛。火星盘加睫毛膏眼线之后的那个单眼的效果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